听较清楚是，是你唱啥？外口人死，还有影事啊？你著讲袂着，你安尼叽叽叫，我惊死！喂，你啥物人啊？你哪在咧哭啥啊？哦，你咧哭啥？我叫做秀凤啊。啊，因为我到阮老爹是一个臭柴，啊，伊有咧到山顶个所在，啊，不伊去无着妖怪，我老爹叫妖怪请去，啊你咧？妖怪来对我的亲戚，所以讲我紧就得死啊啦！真是真可怜哦。那你我想看卖哦。我师傅要甲我讲，我来讲，我讲，你若要倒我的身躯边带几种人，下摆要升仙，搁着仙班排练，一定要做仙的人爱普渡众生，爱做善事。但你今仔日的机会啦，啊无我倒咧师傅的身躯边做善事，要倒遐做啊？这个可怜，啊！我得给救开。好，喂，啥囡仔？啥囡仔？阿叔啊！别哭，别哭，放心啊！我真救的啊！你只要等着我，我来救你。你怎么才叫救我？好，你别才叫，我看吼，我刚听你的声嘞，我看见你的人来了，救你对。是当天的所在。哇！我知道。对啊。我妈也无问啊，我是要来救你啊。你若是会当救我的话，你真足多，是单挑，后壁有一道灵符，你把灵符拆去，我自然我好得先。你讲是真实，让我上去。三代金有万钻款出一阵。